好，进入我们的新北市医学院，在推荐网站里面有一个叫有一个 EZR 的图示，那这是可以让你在云端体验我们的系统，学生可以回家也拥有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方式。点进去之后，它会开新视窗。好，我们的网址是 EZR.wdps.ntpc.edu.tw， 要加一个冒号9869。这很感谢国家高速网络中心提供的一个云端的技术，让我们把作业系统放在云端上面给大家体验来使用。好，再说一次，进入到新北市医学院，选择推荐网站，选择EZR图示，回到这里。如果你直接想输入网址，就直接输入EZR.wdps.ntpc.edu.tw 冒号9869。好，这样就可以看到网站的首页了。